大家晚上好 ，Salam Salam Majid Makmur， 欢迎收看2月16号星期五的乌卡什瓦里新闻，我是嘉欣，马上带你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沙州元首敦旺朱奈迪昨天在沙州议会大厦举办的授勋仪式上颁发了勋章给123名有功人士，其中10名获封拿督斯里 PMBS 的宣衔，这10位分别是团结部长拿督斯里艾伦达干、沙总理署部长拿督斯里约翰希基、沙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朱莱西、沙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长拿督斯里罗伦沙加、沙列大学董事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斯里邦里马苏隆、大马反贪会主席丹斯里拿督斯里阿詹巴基、前沙基础设施发展和通讯部的助理部长拿督斯里华赫都拉、前沙国际贸易及投资部的助理部长拿督斯里穆哈默纳鲁丁、前沙公共服务委员会主席拿督斯里阿杜加福，以及马来西亚土耳其友谊基金会首席执行员拿督斯里卡马鲁纳英。与此同时，一共有12人获颁拿督 PGBK 的勋衔，也就是沙总理署副部长拿督杰菲森查密、沙能源及可持续性环境部副部长拿督哈兹兰、沙基础建设及港口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艾伦拉里武、沙总理署副部长拿督祖安达在野、沙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拿督程明志、沙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拿督马丁鹏、沙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拿督李丁拉玛、沙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副部长拿督穆哈默拉西、前沙警察总监拿督穆哈默阿兹曼、沙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员拿督沙比尼苏海里、前阿联酋驻马来西亚大使拿督卡拉甘宁以及前拉浪国会议员拿督查旺恩巴林。另外有11人获册封拿督 DJBS 勋衔，包括沙副财政司拿督阿斯马瓦迪、沙教育创新及才能发展部常务秘书拿督阿兹米布让、沙基本建设及港口发展部常务秘书拿督赵启佑、沙经济策划单位总监拿督雷斯德、沙总理署执行监察单位总监拿督陈雅花、沙公共工程局局长拿督理查达赞、沙财政部销售税总监拿督伊林玛沙、沙水利灌溉局局长拿督阿莫德尼、沙伊斯兰宗教局局长拿督卡拉迪、沙兽医服务局拿督安德莲以及事务省长拿督黄希胜。接着有21人册封拿督 PSBS 宣衔，他们是卫生部副部长拿督卢卡尼斯曼、沙联邦秘书拿督阿玛纳兹利、德朗乌山区州议员拿督丹尼斯奥、巴杜达瑙区州议员拿督保罗斯公邦、巴杜吉当区州议员拿督罗克强、拿督莫哈默特朗、拿督阿邦山舒丁、拿督阿杜拉曼瑟比利、拿督哈山恩邦少将、拿督阿邦阿芬迪、拿督穆哈默伊布拉辛、拿督哈尼尔、拿督沙迪亚、拿督卡威德、拿督塞穆哈默胡生、拿督杨忠正、拿督哈里森拉丁、拿督安华巴沙宗孝、拿督查尼基里、拿督阿尔哈迪以及拿督阿邦诺丁。与此同时，有2人获颁 JBK、 2人获颁 JPC、 22人获颁 PPC、 17人获颁 PBS、 11人获颁 PBK 以及15人获颁 PPB。 同时出席授勋仪式的嘉宾包括沙州元首后杜潘福兹亚、沙总理拿督巴丁尼丹斯里阿邦佐哈利及夫人潘斯里拿督阿玛朱玛阿尼、沙副总理拿督阿玛道格拉斯以及拿督阿玛阿旺登亚、沙州秘书拿督阿玛穆哈默阿布巴卡及夫人拿丁阿玛巴杜亚。欧盟有兴趣与沙利政府建立双边合作，特别是针对绿色能源转型方面。欧联驻马来西亚大使兼代表团团长米哈利斯罗卡斯表示，沙总理拿督巴丁尼丹斯里阿邦佐哈利表现出与欧盟合作的兴趣，特别是可持续绿色能源方面的技术转让、教育和交流。
他也补充，欧盟成员国大使将会把官方狩猎期间所进行的讨论和分享带回各国，以寻求双方之间的合作。The fact that we are 19 of us, we are going to bring this back to our capitals immediately, and we will see how we can enhance on the one hand the bilateral partnerships with Sarawak, but also at the EU level myself. 他是今天率领代表团到国父大厦拜会沙总理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的。同时，米哈利斯·罗卡斯也表示，基于气候变化是对人类产生的威胁，欧盟致力于在绿色转型领域建立新的可信赖和可持续的伙伴关系。As you know, in the EU, we have a lot of leading technologies, but all in this area. But also, besides that, we have the new policy where we try to diversify our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We want to create new, trusted, sustainable partnerships. And the area of green transition, because climate change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humanity, but also the new types of energy, like the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s, and connectivity and digitalization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state of Sarawak are our priorities. So,陪同出席拜会活动者包括沙州秘书拿杜阿玛莫哈莫阿布巴卡及外交部沙区办事处总监芬尼大使。早前沙总理接见大马银行 MBank 集团主席丹斯里莫哈莫诺尤索。沙副总理拿杜阿玛省贵先昨天到明都鲁向当地领袖拜年。拿杜阿玛省贵先及夫人阿丁阿玛王淑燕到访狩猎中华总商会会长江昌文及本古鲁拿督蔡松廷的府邸贺年，陪同的嘉宾包括沙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及丹绒巴堵区州议员潘龙明。期间，拿督阿玛省贵先及其他嘉宾进行捞生仪式，寓意吉祥及接福。随后，一行人向明都鲁华总会长陈志辉及华总的总秘书拿督黄义龙拜年。在下午十分，拿督阿玛省贵先到访潘龙明的府邸拜年后，就结束了明都鲁的拜年行程。沙威媒体从业人在向人民传递州政府正确信息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沙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表示，沙列公关单位 UCAS、沙列电视台 TVS 和其他沙媒体伙伴在传播有关政府政策措施及发展项目成就方面肩负重大的责任。It's the partnership and the role play by reporters, your friends, and media friends, all those in the media, and of course UCAS coming together. Then we manage to get through all this kind of information to our people in Sarawak. That always give accurate facts, always give positive feedbacks. It's very important. Yeah, and Sarawak media.Friends are wonderful. 他是昨天在媒体出席由沙公关单位举办的媒体新春午宴上致辞时表示的，也是贝尔骚区州议员的他赞赏媒体在官兵疫情期间作为前线人员传递政府信息的努力和行动，同时在活动上也进行了媒体交流会、幸运抽奖及移交捐赠给媒体区的媒体。早前，拿督陈超耀在不漫在野红星月会洗肾中心举办的社会服务计划 CSR 时表示，该中心仍需要26台血液透析机来满足每例肾病患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他说，该中心现有38台血液透析机，但只有12台已经投入使用，其余的尚未获准使用。他也强调，该中心对额外机器的需求非常迫切，尤其是随着每例肾脏病患增加的趋势令人担忧，因此他建议有关单位在学校和社区层面加强民众的健康意识。另外，拿督陈超耀随后向在场的患者和中心工作人员致以鼓励的话语，并捐赠现金和红单，为该中心的14名华裔患者送上新春的祝福。同时，代表沙公关单位总监山姆出席活动的该单位特别行政官员拿督达贡表示，
沙公关当地将与各个政府及非政府机构保持合作。他说，上述的社会服务活动不仅在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及家庭方面发挥作用，也将成为政府向人民传递政府政策和信息的平台。在新闻结束前，让我们来观看沙州元首敦旺朱乃迪组织授予勋章给有功人士的精彩片段。以上是今天的乌卡刷语新闻，我是嘉欣，我们再会。预知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浏览乌卡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同时也时刻关注乌卡的官方网站 ukas.sarawak.grv.my 和订阅乌卡 YouTube， 以获取更详尽的新闻。